有，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在新加坡绝对不能做的事情。可不可以很精彩？今天就是要跟你们分享在新加坡绝对不能做的事情。有没有很累？很累。今天是不是要乱拍？今天还是不能乱拍。你有发现你儿子的衣服跟地砖是一组的吗？小烈，你的防踢被跟地砖是一套的。就是早上我还没喝咖啡，熊熊在那走过来就会惊到。人家真是时尚艺术，好吗？我是时尚被吓到了。他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。你是不是有拿热量很高的早餐呢？很需要热量，看起来热量应该是还蛮高的。我拿青菜，它有自助式可以拿，然后也有这边可以让你点。我点了一个越南海鲜面跟一个印度咖喱饼，早餐可以吃到这种现煎的咖喱饼。我好爱吃这种饼哦！哦，好烫烫烫烫烫烫烫。那你还是摸？等人家都说拿刀叉给你，你会等一下。我吃的让它挺香的，它吃起来已经有点像牛角面面包，很香的奶油跟很甜的面粉。很多人会以为说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，不是不能吗？他以前不能吃，现在可以吃，不过你就是不能卖。唯一有一些那个有医疗效果的口香糖是可以卖的。它是治疗香港脚还是治疗鸡眼的口香糖，就是有医疗效用就可以卖。好，有这种口香糖。我发现这家店整个都是在卖模拟考的考卷，英文、化学、生物，那超厚的。这边功课压力看起来应该还蛮可怕的。在这边你走在路上，然后突然看到那个百货公司，你就很像在沙漠里面看到绿洲一样。我要进去，给我冷气。豆哥又睡着了。你刚才惊讶什么？ Google Map 哎，我这样在 Zooming， 我在找我们要去哪去怎么走。他现在连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他都已经会帮你显示哎，是我太落后吗？如果是他太落后，不是这边太先进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告诉他。不要骂我，不要跟我讲。现在在 Shopping Center 其实没有排到我们的行程里面，我们被困在这边纯粹是因为外面太热。顺便再讲一个在新加坡不能做的事情，就是在公共场所忘记冲马桶，罚3000到5000。不知道大小便有没有擦？可是你到底怎么样去照顾？如果冲掉之后，然后你没注意，结果它又飘。我买给你的第一个包包，上面就是这个东西 ，Toki Doki。那时候好年轻哦，15年前、20年前了吧？你现在应该没完全。我最喜欢绿色那一只。说尖尖的，对，绿色仙人掌这一支，我对46有感觉。它是深绿色哦。新加坡有一些电梯里面有那个尿尿侦测，所以它如果侦测到你电梯里面有尿，它就把你锁起来，然后叫警察来。所以这也是在新加坡不能做的事情，就是在电梯里面尿尿。谁会呀、啊？不知道，那就这种东西啊。到底是有多少人在电梯里面尿尿，尿到电梯公司说我要来做个侦测器？到底？新加坡过马路就还蛮悠哉，因为那个车子都会等你，他们从很远看到你就会停下来，他不会加速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真的有实际这样子做的，每次都只有在电视上看到过。你不是在晒衣服？在 Jalan Besar，Jalan Besar 的 Gomez Street， 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拉萨。虽然现在天气很热，不过因为我很喜欢吃拉萨，所以还是要来试试看。它没有很，它不是很浓稠，可它味道很够，因为吃起来其实还是清爽。这个汤很鲜甜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加了海鲜，它不是一般的糖的甜，它是很鲜甜。它这个蛤蟆吃起来就是完全就是生蚝的味道。有啊。是不是真好？
很神奇哈、哦，有生蚝的味道。为什么？刚那碗太小碗没吃饱，所以你们买了一个。我去买了一个隔壁摊的，它是叫做薄饼，有点这个叫做什么乌打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乌打。乌打。乌达是这个，是用一种鱼泥跟各种香料混合，然后放进香蕉叶或是亚达叶里面去蒸或是烤出来的东西。你确定这可以吃？辣辣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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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辣！你吃得出来是什么吗？吃不出来。爱乱买哦。口感没有那么扎实的鱼板，如果你喜欢吃鱼板还是鱼浆类的东西的话，这个应该还 OK。 这是伊朗来的，而且他们就是手工，然后用敲的，然后再用手工画的。敲了两下，咚咚。哎，你 go walk walk。然后在新加坡不能乱喂鸽子，之前有人就被罚10,000到30,000元不整，所以你会有吃剩的薯条不要乱丢，就算你没有要喂它，就你薯条丢地上，它吃了，你就是喂它。这一条叫做 Haji Lane。很多文青啊，很潮的小店。哈之巷。啊？哈之巷。中文叫哈之巷，不好听的。吃个冰，他们这一家是 IG 打卡的冰淇淋店，可是我们纯粹只是热到冻了，然后在家吃冰而已，是不错吃啊，是那种脂肪量很高，吃起来很 creamy 的那种冰淇淋。不可以 ，I'm sorry， 不能吃，很可怜。是王美彩很像，然后他现在大便，我们要赶快回饭店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先回来饭店稍作休息，因为实在是太热了。我累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做格尔登斯白乐贝。What？ Gardens by the Bay 啊。等一下，它这一整区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这一整区晚上7:45会开始放灯秀，所以我们会在这边看。我们现在离灯光秀大概还有1.5个小时。再讲一个那个不能做的事情。在新加坡不能偷别人的 WiFi， 因为在这边偷 WiFi 等同于 hacking， 所以可以罚最高300,000，然后有可能会坐牢。所以住新加坡不用锁 WiFi， 你就等人家看有没有人家偷用，你再报警就好了。然后现在有一个非常狂的地方在前面，可以给小朋友玩。想要喝水啦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妈妈给你水水。没有水不能喝啦。好，来看灯光秀啊！在开始之前，可以带小朋友先来这边玩。一定要记得要带泳衣，不然就是要带一个 extra 的衣服，不然真的湿掉之后是其实有点麻烦。真的非常棒，真的非常推荐。免费哎、欸。还有多久？太夸张了，这个
的是跨年级的表演，他每天播一次。他每天播两次，7:45跟8:45，每天两场。这一整区虽然有些地方要买门票，不过你就算不花钱来这里，也是可以过一个很完美的下午。新加坡到底是多有钱？有可不可以写信告诉我你们钱到底是怎么赚的？在新加坡，你如果过马路不走斑马线，然后你50米内有一个斑马线，你不去过那个斑马线，你闯红灯，抓到一次罚一次。50米多远？对吧？100公尺跑起来是15到20秒吧，所以你如果跑起来大概是10秒多的话，就是50米。所以你先跑过去，再跑回来，看有没有是跑过去有没有需要花个10秒。刚原本想要带他去看那个，去玩这个，殊不知他又睡着了。在我们百般折腾之下，豆哥又睡着了。他这个进去要5块钱，然后你可以有一个 personalized message， 就是客制化的 message， 要50块，表示你可以在里面求婚，在里面哦，对，那很浪漫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在上面写说对我温柔一点，加班啦，加班，是互动式的。他点的叉龟屌，超香！来新加坡一定要吃一下叉龟屌。我刚影片原本要结束了，不过这个东西太好喝了，山竹水对不对？不对，不是吗？是什么？不对，它的中文名字叫做红毛榴莲。红毛榴莲，超好喝的。这叫什么我忘记了，不饿不饿啦，那个四家是 K 啊，对啊，是 K 啊，超好喝嘞。好，影片可以结束了，拜拜。Yes, very nice. Don't you know, like, even if it doesn't look that clean, but it's still government control, it's got a grade and everything. So I haven't gotten outside here. It's pretty good.